左大校會長，我哋新一任嘅會長。好，繼續啦。咁啊，第二位當然就係副會長啦。新一屆嘅副會長就係黎松森副會長。好，跟住有下一位新任嘅秘書長吳淑敏秘書長。跟住有另一位新任嘅會員委員主任黃以欣。好啊，另一位新任的公关委员会主任刘以生。好，恭喜晒啊。再下一位就是奖励考核委员会的主任方翠芬。下一位是文化教育委员会的主任邓妙平。好，恭喜晒。下一位是会务发展委员会主任张秀球。再请的就是节目委员会主任冼仲文。跟住请社会服务委员会主任廖三妹。再请咧就系互助委员会主任谭佩佩。跟住再请其他事务委员主任何慧琼。好啦，咁啊，委任晒嘅你讲系嘛？不如咁啊，头先嗰个有住委任状嘅朋友，唔好咁样企法啊！我哋或者影咗张大合照噶嘛，系咪啊？是啊，咁啊睇下點樣排法啊，法哥啊又，當然啊左立都係新嘅委任嘅，咁啊大家見到最緊要大家見到大家嘅，咁啊因為係啦，有啲係有委任狀嘅咧就揸住委任狀，咁誒喺後面都得嘅，係咪啊？總之大家睇上次啊，係啊，大家見到嘅你有委任狀咁係咪啊？係啦，咁啊有委任狀嘅朋友最新委任嘅理事委員，係啦見到啦，因為如果出嚟嘅話我哋有擔心坐喺度。我唔緊要係嘛？影咗呢張先，好啊，好嘛，出嚟啦！有位音像嘅朋友請出嚟，咁啊，企喺高教授側邊係啦，係啊。好，各位接受委任嘅幾咁多位新嘅理事，希望嚟緊呢一年，大家為鄉親會出盡全力，為會務盡你哋嘅本分。宣誓，大家都聽到啊，有問下，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為佢哋加油！希望嚟緊呢一年咧，鄉親會咧喺佢哋嘅帶領之下咧，業務蒸蒸日上，為我哋香港嘅社會做更多嘅事務。係啦，望住大會鏡頭啊，見到啊，佢站咗好耐㗎啦，嗰個靚仔哥哥，我哋大嗰個攝影機啊。OK。OK， 好啦，咁啊，翻原位先啊，等下，等下，因為繼續咧有另外嘅儀式嘅，好，繼續，好俾你停啊。好啦，咁啊，請出另一位嘅咯喎，因為咧，除咗呢個咧委任之外咧，仲有呢個聘任狀嘅，咁啊，請另外幾位嘉賓咧去接受嘅，唔該啊，阿新教授啊。聘任狀啦，係啦，就有另外幾位嘅，咁咪睇睇先啱唔啱啊？係啦 ，OK 啦，
咁當然咧就係啱啱為我哋主持監製儀式嘅，講緊嘅就係名譽會務顧問高嘉宇教授，請你都接受敬禮狀。好，多謝曬高教授啊！繼續請出名譽會長陳榮恩院士去接受，再請出名譽會長司徒群先生接受。跟住有請榮譽會長李嘉林女士接受，好啦，咁啊，唔該曬啊，唔該曬執教授。好啦，又要請出另一位嘉賓咧，就係劉麗絲會長。為大會頒獎咧，就係感謝狀俾一班咧一路支持我哋個會嘅一班義工啊。好啦，咁啊，感謝狀。好，有感謝狀啦，係嘛？咁啊，請出佢哋啦。分別就係有呢一班咧，就係機構嚟嘅，咁請佢哋嘅代表上台啦，因為佢都有贊助我哋今呢兩日嘅一啲活動啦，同埋一路有贊助獻親會嘅活動嘅一班贊助商嘅代表人物啊。分別我哋第一間請嘅就係 Spring Beauty， 好，繼續請出啦！我聽到嘅話，希望你哋盡快上台啦！第二間我哋會多謝嘅就係七福社策郎，請俾你個代表上台，麻煩曬。好啦，不如我講定先啊，費事咧，大家咧就唔知道係你哋自己啊。第三間請出咧就係點一點 Channel， 多謝你哋嘅贊助。好，七福社嘅同事嘅代表啊，請你上台。第二跟住我哋請咧就係庫羅拉印度彩繪專門店嘅同事或者嘅代表。跟住請出喜樂家族嘅同事或者代表。跟住係請出德善長者福利中心嘅同事同代表。華企控股有限公司的代表，好，我繼續啦。咁啊，下一間贊助商亦都要多謝嘅，感謝嘅係來來重慶火鍋菜館，有請你嘅代表。有請完未啦？就係、下一間要多謝嘅係阿里翁集團，有請嘅代表預備上台。好，請你接受，感謝狀啊！下一間係搭上搭義工團，有請嘅代表。跟住再請出咧就係昔月康樂協進會，有請佢哋代表。昔月康樂協進會嘅代表喺邊度啊？係你啊，係你啊！嗱，講到你哋公司啦，係請你上嚟啊！昔月康樂協進會，係
大家有時就係啦，掛住影相啦，或者睇手機。睇到你哋啊，多謝你哋，多謝星健康嘅協進會贊助大會同埋贊助我哋活動。好，咁啊，除咗咁多啱啱上述嘅機構，當然要多謝佢哋之外咧，亦都咧有啲咧就係唔係機構嚟㗎，係個人名義嘅一啲義工啦。呢個時候就請佢哋逐個逐個上台，好唔好啊？分別就係有林新榮先生。小姐係嘛 ？Sorry， 小姐。哦。繼續，温敏玲、翠珠、胡春梅、曾鳳蓮、Ada Wong、Florence、曾詠詩、John Paul Chi、Louis。Kevin King、Carmen、Koji， 啊！呢個時候揾另一位代表啦，婦聯社社長嘅羅永業先生咧，翻俾我哋呢班義工啦，好唔好啊？好，呢一班咧亦都係咧啱啱過去呢一年咧。就幫助咗天親會好多嘅一班個人義工啦。好，咁啊有啲可能不在場咧，我哋揾同事幫佢接受得噶啦。唔該曬，婦聯社嘅羅社長啊，多謝你，多謝你。係，請你用一個義工之星嘅身份咧，就係同呢一班咧義工咧做一個大合照。我亦都希望咧台上面啱啱收到感謝狀嘅呢一班義工咧，繼續為天親會同埋為任何嘅一啲我哋香港嘅慈善機構出心出力服務我哋香港啊！好啊，有請，亦都有俾個麥，唔該，請我哋新任嘅會長左俊業，人稱左大俠，為大家致辭。大家好嘛？好，咁啊，真係好開心今日咁多位現場嘅觀眾嚟支持，同埋一班台上面嘅主禮嘉賓，多謝曬你哋嘅支持。好，咁咧就其實真係我其實有啲緊張啊，而家點解咧？因為喺我嘅老師面前，高嘉瑜教授係我以前嘅老師啊。我以前嚟講，其實係一個百厭星嚟噶。咁啊，好多謝阿高嘉瑜教授咧，真係用一個有教無類嘅心咧，教到我咁啊，先至可以咧有今日企喺呢個台度。更加多謝啊，我哋天親會創會會長 Angela。係啦，咁信任我，咁啊可以做呢一個嘅牽親會嘅會長。咁牽親會其實我一開始接觸嘅時候，究竟係做啲乜嘢呢？其實我真係有一個疑問喺度。咁啊，慢慢咧接觸到阿 Angela， 幫過佢好多嘅一啲活動。咁我發現原來係不分年齡、不分唔同類型嘅一啲活動，都係牽親會咧會全力去到幫助嘅。比如好似今日咧呢、這個。我哋嘅呢個愛心獻寶糧嘅慈善嘉年華，咁啊亦都係我哋嘅服務一個嘅對象。我哋希望咧可以藉住咧一句説話，就係幫助到人，大家係可以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呢個係我哋天親會嘅一個精神。希望大家現場咁多位觀眾，如果想了解更多我哋天親會咧。可以咧，我哋前面呢度有一個入口處嗰度咧，可以入到嚟咧，同我哋了解都得嘅。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哋天親會，多謝。好，唔該曬，都咧多謝曬左大俠左會長啊！希望佢嚟緊呢年咧帶領住天親會咧，都係一樣噶，可以為佢哋嘅會務咧更加蒸蒸日上啦，做多啲善事，亦都做多啲唔同嘅公共活動，等更多人認識天親會，好唔好啊？俾啲掌聲天親會先啦！咁好啦，去到呢度咧，其實咧今次呢個就職典禮嘅
就啲點嘅嘢就差唔多啦，要食啦，變到好啦。呢個時候請頭先咁多位曾經委任過、聘任過、感謝過嘅同事、朋友、義工上台，有請。未完嘅，大家可以為影完啦嚇 ，hold住。好，我哋俾翻個位我哋攝影師先啊嘛，見到啦。而家我哋攝影師先係對呢個鏡頭，不如做下手勢啦，今次。Yeah！